五课，他们多么年轻啊！儿子，儿子，阿姨，阿姨，帅，帅，女儿，女儿，年轻，年轻，照相，照相，张，张，照片，照片，多么，多么，孩子，孩子，叔叔，叔叔，孙子，孙子。这是你儿子吗？是啊，这是白阿姨。白阿姨好。你好，你儿子真帅。谢谢。这是你女儿吗？不是，是我妹妹。你妹妹真年轻。我爷爷和奶奶很喜欢照相。这张照片是20年前照的，那时候他们多么年轻啊！照片上的两个男孩子是我爸爸和我叔叔。这是去年照的，照片上的男孩子是我。爷爷奶奶说，他们的儿子帅，孙子更帅。叫爷爷，爸爸的妈妈叫奶奶，爸爸的哥哥叫伯伯，爸爸的弟弟叫叔叔，爸爸的姐妹叫姑姑，妈妈的爸爸叫外公，妈妈的妈妈叫外婆，妈妈的兄弟叫舅舅，妈妈的姐妹叫阿姨。一 A， 你明天去哪儿 ？B， 您好，这是您的。C。你能帮我们照张相吗 ？A， 你明天去哪儿 ？B， 您好，这是您的。C， 你能帮我们照张相吗？二 ，A， 这些苹果很便宜。B， 欢迎您下次再来，再见。C， 孩子，7:30了，起床吧。A， 这些苹果很便宜。B， 欢迎您下次再来，再见。C， 孩子，7:30了，起床吧。三 ，A， 我们一起去游泳吧。B， 笑一笑，我给你照张相。C，
别站在椅子上，快下来。我们一起去游泳吧。笑一笑，我给你照张相。别站在椅子上，快下来。四 A， 我想买一本汉语书。B， 奶奶有时候看她年轻时的照片。C， 我看一会儿电视再学习，可以吗？ A， 我想买一本汉语书。B， 奶奶有时候看她年轻时的照片。C， 我看一会儿电视再学习，可以吗？五 ，A， 喂，我们俩在这儿呢。B， 太冷了，喝杯热茶吧。C， 妈妈，你做的面包真好吃。A， 喂，我们俩在这儿呢。B， 太冷了，喝杯热茶吧。C， 妈妈，你做的面包真好吃。六 ，A， 把桌子上的鸡蛋给我。B， 大象的鼻子长，耳朵大。C， 生日那天，爸爸送给我一只小兔子。A， 把桌子上的鸡蛋给我。B， 大象的鼻子长，耳朵大。C， 生日那天，爸爸送给我一只小兔子。